个小朋友，怎么了？你把它丢掉干嘛呀？这个挂起来跟小朋友玩的吗？对，这是不是这个挂起来是当帘子一样，是好看的，而不是为了跟小孩子玩的。小孩子看到了这个，小孩子很开心玩到这个，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呀，你不能吓他，小孩子都比较小，只能太调皮了，太调皮了，我嗓子都喊哑了。哎呀，这就给他好不好？我把它带。你把你有那个剪指甲指甲剪，我给你剪开，一人一个。弄破了就可能又不能修了。可以补，可以补，但是很难补，这个都很难补的。这个可能没法补了，我就不确定了。他们艺术家自己有自己的方法。哎，小朋友，不要乱摸，不要乱动，它很脆，很容易受伤。哎，你看，这个都是你们抠烂的，这个都是被划破的。
大家好都跑了，好想坐进去。哎呀，站这边，他跑到肯定不对。There is no record holder currently. However,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is 200,000 balloons. 该项目目前无纪录保持者。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最低要求气球数量为200,000个。After verifying all evidences for City of TNGA Balloon Village, I would like to confirm on behalf of Guinness World Records, the largest balloon village consists of 365,000 balloons and is achieved by Xiamen Jimei City Development, AEMI, Mr. Guido Mohoff, and Dr. Chris Wong. It's a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 title. Congratulations! 我谨代表吉尼斯世界纪录在此宣布，经过对所有相关证据的审核，
由厦门市集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美国事件管理学会、伊德方布斯先生、王永嘉先生以及80多位艺术家共同制作的集美梦想之城气球有，气球之城有365,000个气球组成，荣获最大规模的气球城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祝贺大家！好的，我们应该以热烈的掌声来祝贺我们集美。从今天开始，我们集美也拥有了我们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我们的世界上最大的气球展。我们鼓励一下好吗？好的，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我们厦门市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江栋宏先生以及 AEMI 执行董事王永嘉先生来上台接受我们吉尼斯管委会授予的世界上最大的气球展。来，有请。哇！感谢罗女士，感谢，祝贺我们厦门集美拥有了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祝贺我们的江总，以及感谢我们的王永嘉先生来为我们制作了这么棒的一个气球展。好的，谢谢你们。好，谢谢。